考了？要考了，结束了。冷不冷？冷。走了，我们今天中午就在外面吃嘛，我们带你去吃烤鱼。对嘛？就是这里的纸包鱼，我们在这家去吃。点个前鱼嘛，前鱼刺少。点味道的话，点个香辣的哈，然后点微辣。然后再上一份鸭血哈，再给哈哈炒一个木耳炒肉丝就可以了。他木耳肉丝他也吃的嘛。鱼来了。我觉得这个钱鱼好大，比草鱼要大些是吧？不是，它分哪一种，有一天的鱼大一点，它有时鱼也小哈。快点吃啊，买好了，可以叫吃了。来，多少的？煮好的，快吃哦。一个人吃一盘菜哦，一个人享受一盘木耳肉丝。味道怎么样嘛？辣不辣？不辣。可以。住在城市里面就是要多吃血，血可以吸灰尘，城市的灰尘比较大。哎，我肚子饿。好吃。嗯。快吃饭，你好吃。你昨天你妈跟你说的啥子？你记得没有？啥子话哟？说的啥子话给我？你忘到了吗？你妈说的喊你计划二胎啦，我们都没计划过呀。虽然很多人这么说，但是我和登哥都没有考虑过这方面，觉得压力太大了，没得计划。好好也那么大了，我说嘛，还是要个第二个，生个两个，在那边嘛，好好他一个伴儿喽。你看人家。管他哪个都得要两个，两个嘛，随时有个啥子事啊，他有点儿，有个人家出个主意啊，互相商量哈子啊。你说嘛，你们说那个养不起，哎，可以啥子喽？周围吃撇点儿，穿撇点儿嘛，还不是穷也穷带，富也富不带。养屁在那儿，把它带低也就养，三年两年的就把它养盘大的了。我们买，哎，邻居给你盘的逮一下喽。等我们老了，哪个给你监管哈？好好坐在看见他那个同学养个妹妹，多高兴！低在那逮，我说把那个妹妹引来，那个娃娃他说那我就不干了。我说也好好的小妹妹了哇、啊，你看你问好好哇、啊。妈妈给我生个妹妹嘛。好好，每年都念三年级了。我们嘛，就说还能够给你监管个屋啊，就说给你监管得到哈呀，盘得到三岁的，他又到处跑了，穷嘛穷两三年。哎呦，莫说了，这顿饭哦，吃个饭还说这些，饭吃了回去了，莫说了，不要提这个问题、啊，自己考虑得了哈。饭吃好，我们就回家。好像吃还吃不吃？我不吃了，我吃饱的。好好，把手机拿上，走去麦当劳，回家。走。妈起来走啊！走啊！走吃。吃到起走到这儿，然后我的就想走了。外头在下雨。走啊！不走也走啊！那边哈，150哈。哦，感谢你，好，谢谢。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？在我们这个尴尬的年龄期，不老也不小，就有很多人关心第二胎的事情。我一直以为我婆婆从来没有问过，她也不关心哈，没想到她也是这么想的。我是婷妹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个关注哦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